是你有没有几只手机？我就一只手机而已。那他会看吗？会不会里面其实秘密也很多？你现在可以检查。看他新闻就觉得很惊讶，还是不意外？觉得就是比较是私人感情的事情。你之前跟他绯闻就是误会吗？跟他的绯闻是？对啊，是的，就都没有联络，就没联络，就是工作上的朋友，节目上的对。谢谢你们，谢谢哦。我们要赶着去工作了，谢谢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就是很像容易吸引到一些渣男。回想起他，我觉得安心雅是会吸引到各式各样的男生的，他是蛮有他的魅力，只是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他的魅力过，因为我跟他太熟了，对我来说像个兄弟一样的存在，所以我没有感受他有什么魅力。不，再讲就很奇怪，这我对他没有起心动念过，而且我已经说过，只要身高到一定程度的女生，对我来讲就像保镖，所以我喜欢小吃的女生啊，安心雅对我来讲就是个就拉牙，他就想，反正是很高的女生啦。跟依依相处的时候，他会看你手机吗？是你有没有几只手机？我就一只手机而已。那他会看吗？他不会，他从来不看。我看会不会里面其实秘密也很多？你现在可以检查，我可以把连到 iPad 上面检查。就因为就没什么内容，哦、你都删得很干净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就没有什么内容，就没有什么内容。就你回家就会把它删掉。没有，你不要是引导问话，你这。他是因为相信你，相信。你们有没有沟通过这件事？就是说，我们交往期间可不可以要不要看手机？那我希望你不要，因为我的密码他也都知道啊。那我睡着是跟猪一样的、啊，如果他要看就拿起来就按着就看啊，所以其实、也没事、啊。所以你是没有秘密的，你讲。他如果看到你跟女生去吃，会吃醋。去什么？去吃。尽量不要，就是不要，但都会吃醋吧，正常的都是醋吧，所以就是尽量不要。就不要啊，就比如说就是礼貌性的回啊，比如说什么就真的，而且大家都知道我女朋友啊，所以就也不太会。大家也知道他有女朋友啊。那哥哥这边也不会去检查对方的手机。我从来没有看过对方的手机过，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。没有，任何女朋友都没有，因为我真的尊重，记不住对方的密码。可我也没这个习惯了，我觉得是习惯了，你就不会啊。你会让对方有保有隐私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就是觉得就相信了。昨天新闻出来，就很多女朋友都去检查男朋友手机，是吗？发生对啊，比如说是地球检查手机日，国际检查手机。我前几天是地球日嘛，对对对，有被看吗？还有讨论到吗？没有哎，我们没有特别讲这个，因为昨天我也在工作，在外面工作一整天，回到家我们就去玩动物森友会。就没有讨论这个。